有什么？你先来，我先来。What？ 这个是一寸，太少了。这个五寸还是少啊，我要这个六寸，多的我都喜欢。嗯。让你泼我，活该。我任你吃得下，那我来这个五串，这个四串，多的不一定少的，那我要这个四串。What？ 都不，我家有肉嘞。到我了，我后皮皮虾。有螃蟹，我先来。滚犊子，我先来。这个不完整的螃蟹脚，这个两颗毛豆豆完了吧？我要这个完完整整的。这是谁？我要这个螃蟹，就你，差的没选呢，这个肯定也不差。哪里？牛头肉，湖南人吃饭。老板，招牌菜。要得。广东人吃饭。肉菜，香菜。嗯，不错。你们那里的招牌菜是什么？什么表情吗？也是没看到吗？这个太硬了，看不到。这个太软了，不新鲜。我这个花里胡哨的。哪里？咦，豆子我喜欢。不对，我也喜欢。我说你识相。真香啊。不喜欢个屁，看我的这个我牙口也爆，我就要这两只虾。我不爱吃。有海鲜都不要。哇哦，小聪明，虽不符合我，但是我现在有没有意见？没意见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看我的这个名，明知故问。这个小，小心眼，不要，我要这个葱，大葱脸，葱棒子。哪里？猪头肉，猪头肉，猪头。啊，原来是这根葱，那是哪根葱？做人别飘。这个名
想不到什么好菜，你不要的，我也不要，我这个小有可能是小青龙哦。嗯，小青龙，波奇顿，小青龙，小青龙，虽然没有小青龙，你烧自己头也不错嘛，就这点出息。真香啊！哎呀。做人要明明白白，什么菜？什么菜？什么菜？鸭鸭的脚。凭什么你先来？我先来。这个虾太小了，吃不饱。这个葱还带须的，我不要。和这个绿油油的，我喜欢春天的气息。什么菜？什么菜？什么菜？那个难做的菜，没牛啊，一斤之差，跟猪差不多。哎，智商不行啊！那我的这个我还没下，就这个大油法，我要这个大青龙，全是鱼，我又不是猫，我不爱吃，哼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。我们在选呢，虾虾虾。不错哦，木叶叉，我先来。我不，这个叉，难道是叉烧？先留着这个叶，耶！我不要啊，我也不要吃什么，我就要你。我又，大嘴不好说，怕你呀。OK， 喝什么该？不算是大风。选择什么好菜？看我的，这个叶不能喂，不要，我这个叉，一个是个叉烧，哪里？叉烧，叉烧，哦，海里的这些东西我都吃了。哪里？虾！哎，又是好的，好烦呐！做人不要太飘。他真香啊！真的不要虾虾虾虾！哇哦！你给我们打，哎，我先来，再小心，看不得这个空心肯定没有东西的。我这个小虾尾不够沙哑风，我要吃这个大的，大的我都喜欢。虾虾虾！做人不要贪心。剩下来肯定错不了，看我的这个小花菜，我这个高高在上的。哪里？虾虾虾！哎，又是好的，好烦呐！做人不要太飘。
他真香，哎，这外星的不要，香香香，肉烤串我先来，能能牛，我也喜欢，看我的，这个两串，这个三串，小的我不要，我要这三串大的，嗯，鬼了吧。见你贪心，开开！啊！哼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！看我的，这个三串，你是不是差的？我就要这个两串，我。不就几个小鲍鱼吗？笑个毛啊！到我了，也不错哦。先来，好的，我先来。这个鱼看着饭量，应该是个柠檬。这个心很可能是个鱼腥草，我这个草应该是草鱼。我草鱼，草鱼，草鱼。哎呀，打中一点嘛。嗯。啊？有智商，我给你吃草，看我的，这个心拿捏不准，我就选这个鱼。啊、鱼。